这个小宋活了我多少年？21年，22年，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，然后这次终于去了迪士尼。上海迪士尼5周年，然后最近呢会有烟花，哇哦！完了，我今天要破费了。啊，有盒饭，这个吗？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想变小，然后玩，就是，然后小时候尼莫，我小时候看尼莫看哭了，就是特别可怕，我觉得他被摇来摇去的。这个不觉得好可爱吗？这是很可爱。那我买这个，我还没有人背这个。对。嘿，嘿。下面就下面的。不要，我要证明一下我的高度。要不要玩一次？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是蝴蝶。蝴蝶好啊。蝴蝶，我喜欢你女朋友。你知道吗？指甲钳有一个好处，就可以当剪刀，随时可以把它扎破。蝴蝶。他在里面结账呢。吵到人家，笑，救命！我小时候学过，还去过家家剧院演出过。当年往事不提了，不提了。玩的第一个项目，这个叫小飞侠。哦，什么？我们的飞呀！直接好了。哇塞，这个做的，我真的再次感叹一下，这个做的实在是 Oh my God！ 现在我们要去创极速光轮，这个是他们推荐给我的，说来这边一定要玩，对吧？好，走。没有什么感想，人生就是要敢闯敢勇。我在游乐园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你越想的越多，你越不敢做，最后你就是回家了以后你没做，你就会后悔。所以就是什么想都不要想，直接去做，不要看。对。哇，还突然有点紧张哎。哎，这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啊。哇！听说这个汉堡包好好吃。那我真的很少就是在游乐园里面尽情的玩，没时间了。对，没有时间，所以提前飞一天上海然后来玩。
真的要在这里面待几天才好。要拆要撕开吗？对，要拆开，里面是一个盲盒，就是里面的人物是随机的。随机的，看看你这是谁？米奇。对，我是米奇。五周年那个米奇。五周年米奇吗？哦。这个味道呢，充满了艰辛，但又充满了希望，代表了迪士尼五年来不容易，但是未来非常的光明。祝迪士尼越来越好！我干了，你随意。保护我方艺人隐私。你要吃肉？对对对，就是原本就是这样的。我要吃喽，吃吧，吃吧。哥哥，你吃哪个？还剩哪个？吃这个红的吧。有。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太好吃了。但是好久没有吃了。我突然觉得，二十多年值了。好吃。我真的很久没吃蛋糕了。晚上更好看，我们好看吗？我觉得来迪士尼所有人都穿得特别童话，好好看。我们玩完这个雷鸣山漂流之后呢，肯定会全身湿，然后我们就再去玩飞跃地平线，然后就干了，刚在海里面然后就飞起来了。它是一种新的 fashion， 特别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 fashion。 着急的话扔相机啊，手也要抓住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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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吵到人家，对，吵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吵到了。啊，不是吧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每次去游乐园，因为身高不够，这个不让坐，那个不让坐。这位勇敢的小女孩，长大就觉得，哎，小点比较好。今天的最后一项，刘海整个放弃掉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烟花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啾啾！哇！哇！飞起来喽！心灵被净化了。Oh my god！ 小孩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一个童心，然后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堡里面快快乐乐、幸幸福福的一辈子。